我叫赖克 EricLai， 今年33岁。 滑了13天滑板，然后我是来自深圳的滑手。我们在深圳宝安区的林芝公园，三条马，这上面是那个地标吧，这里的特别好的一个滑板地点有很多 ledge， 然后夏天嘛，那边还可以喝那个椰子椰青，有时候一个月滑不了一次，有时候一周可以滑到2到3趟。 每次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左右吧，然后傍晚就得回家带小孩，当爸爸了。Kick flip， 花了1个月，我自己在家里的一楼练的。我那个时候，我刚滑板的时候还不认识什么滑手，然后有一次在那个市区看到小峰他们滑，但那还不认识他们，然后就看他们做 kick flip， 然后我回来就自己练，自己花了1个月时间。最关键是前脚。 其实后脚也很重要 ，pop 很重要，没有 pop 就做不了。